赵本山与宋丹丹一直是好朋友，又是春晚的黄金搭档，二人何时能重聚春晚舞台一直是大家关心的焦点。7月12日，央视正式公布了2014年央视春晚导演组的成员。小品王赵本山担任央视春晚副总导演和语言类节目总监，赵本山开始忙碌了。近日某春晚顾问透露，2014年央视春晚副总导演和语言类节目总监赵本山已于今日热情地向老搭档宋丹丹发出了2014年春晚的邀请。已经谢绝上春晚的宋丹丹可能会再次走上春晚央视舞台。目前宋丹丹正在考虑用什么样的原创新小品奉献给观众。对此，本山传媒艺术总监刘双平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刘双平说，赵老师非常欣赏宋丹丹，认为宋丹丹是大师级的喜剧艺术家，是目前中国喜剧舞台上最有生命力的小品演员。两人在舞台上的配合非常默契，山丹组合深受全国观众欢迎和期待。赵老师作为2014年央视春晚的副总导演，负责语言类节目，当然希望老朋友宋丹丹再次出山参演2014年春晚小品，再为全国亿万观众献上亲情力作。东星娱乐整理报道。